方，也是我们苗镇现在搞的游方之旅的活动，好多年轻的男男女女正在做相亲。游方就称饶马兰，是苗族青年男女分开社交和娱乐活动。这些苗族青年男女往往通过多次的游方后，双方互相了解后，着火之便可以到女方父亲家中走访。小心小心，好大的头鱼，来接个爬。古董是民间较为古老的古物收获文具，古董和我们侗族一样哦。用新糯米浸泡后，和蒸笼里蒸熟，再迅速放在木灶里导致绵软柔韧。趁热饭泥将制成可大可小的形状，裹上炒香的芝麻或白糖，即可饮食。